好，那这一台大家看一下，这台是我们的多功能训练机。那我们多功能训练机呢，它可以分成两边。首先第一个可以调整的地方，对，我们要做直臂下拉、直臂下的动作、over pull 的动作，我们必须把这个调到高一点。好，那请 model 帮我调站过来。对，好，来膝盖微弯，屁股微微向，身体微微向前倾。对，屁股微微向前倾。好，来吐气往下压。好，来吸气放。好，来再一次扩背夹紧，把这个握把拉到你的髋关节内。好，来 go。好，来吸气放。好，起来的时候记得肩膀不要抬起来，起来的时候肩膀要抬起来，保持挺胸，身体挺住，身体腰杆直。好，往下压 go。对，很好，来连续动作，来五个 one。好，来吸，来吐，扩背收紧，往下压，很好，再来 three。很好，配合吸气吐气，吸气上来吐气下，来再一下就好，来吐气下压，五，好来谢谢，直臂下压，它会训练到的是我们整个阔背肌群运动的方向。对，如果女生啊夏天想要去海边，想要有一个比基尼，有一个美好的背部线条的话，对，欢迎来这边做，对，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，对，让你的感受，让你的背部有线条，有曲线。如果不知道怎么训练，可以来永恒运动中心找我。我是英辉教练，我是川宇教练。欢迎大家来永恒运动中心来运动。